Hello， 大家好，拿破仑。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YouTube 的 Backing Track， 就是很有 feel 的，哈哈。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聊。呐喊式的感觉，好，第一个是 C。大概有看到吗？就是我可以在，就是一开始 C 的时候，换去到 G， 然后到 A。那 A minor scale 我是用了一个 A pentatonic， A minor pentatonic 哦，所以它就，然后去到 F 的时候。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呢，可以留言。今天就到这样子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